开吃了。如果菜品也有四季属性的话，那我觉得云南菜一定就是春天了，因为云南的春天真的是吃货的天堂，各种菌子都争先恐后的冒了出来，真的是春风十里不如吃你。然后今天也是我春天系列的第二单，我今天吃了这种各路的云南特色菜，就是我面前这个绿叶宴。绿叶宴其实应该算是景颇山寨中既有特色又有点野性的那种名菜了吧，一般都是宴客来用的。看我中间这个，刚才也听小姐姐给我介绍了，有白米饭，有五彩米，还有紫米饭，还有菠萝饭，中间有水果，这边还有蒸的紫薯玉米，旁边这一圈就是各种特色的云南菜。其实这也算是云南特色的手抓饭吧，就是不用什么餐具，就是用手，用什么米包菜呀、菜包米啊，基本上都可以。下面铺满了这种大大的芭蕉叶，然后旁边是生菜，这个叫什么豆腐包，还热着呢。豆腐中间是有夹心的，炸得特别酥，刚睡醒好好吃顿早餐。这个是那个土豆丝卷饼，中间是有一些葱花，它就是土豆丝摊成的那种饼，中间有一些葱花，还有一些什么花生碎之类的，刚才闻着就特别香，特别酥脆的那种感觉。哇，这个好吃啊。嚼到中间花生的时候地方特别酥，我就喜欢吃这种一大桌子用手抓着吃，看着又好爽，吃起来更爽。我还有另外一盘，这边有这个虫子，这边是蜂蛹，还有这个叫什么竹虫，这个蜂蛹还有头呢，我尝一口。蜂跟花生豆一样，哎，像蚕豆似的。这个蜂蛹挺好吃的，贼酥，一嚼也香，好像那个菜虫啊。这个也挺好吃的，不吃但是有点害怕，这是鸡蛋吧？这是无从下手了呢。好行了，我头一次见猪皮能炸得这么蓬。就一块紫米饭，给它摁扁，摁扁了之后，包个五花肉，加点酱，叫什么牛肝菌，再包点花生和炸的辣椒，然后你给它卷起来。哎呀，像吃瓷饭团一样。哎呦，我咋这么聪明啊？你看卷成了，看饭团。这个油炸的花生简直没事了。我先吃鸡，这边还有一整只鸡呢，这边半只，那边半只。现在这个鸡的温度刚刚好，也不会烫，也不会凉到它发柴。这边还有鸡肉专门的蘸料，哎，你们吃鸡的时候更喜欢吃鸡的鸡翅中还是鸡翅根啊？我吃的时候我是更喜欢吃鸡翅根的，我觉得它肉多，然后还好啃。我这边还有半只罗非鱼，研究一下怎么吃。他说这个鱼的刺是很少的，只有中间一个大刺。烤的都酥酥的了。哎，这个鱼偏肥，这个鱼挺好吃的。第一次吃罗非鱼，最近好多第一次吃过的东西了。这个烧肉没有很缠人。好多油啊，而且这是一条可以喝的鱼。它半条鱼吃完，我觉得它整个鱼身上也就十个刺儿吧。哎，它吃这个土豆饼，这土豆饼真是太好吃了。我觉得应该再放点那种油梭子，就是油过油之后，然后剩的那个油渣。哎呀，我觉得放那个肯定特别好吃。哦，一说到这儿，我应该说今天的弹幕话题了。今天的弹幕话题就是笨。用你们家那边的方言怎么说？好，那么开始，我先说我们家那边啊。我们家那边是虎了吧唧羊了二正的，看你虎了吧唧羊了二正的。我妈老这么说我。给你们吃个猪皮，我自己都震得慌。尝一口这个菠萝饭，看样子应该是带着菠萝一起蒸上去的，就菠萝的香味全都进到了饭里，然后饭里也有这种菠萝丁，这才是今天最粘的那个饭。刚才一直在吃那半儿吧，你看那半儿都已经空了，这半还是满满的。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鸡，然后蘸这个像浓缩柠檬汁那么酸的，然后里面还有小米辣椒段的那种，还有点葱花的那种东西，奇怪但是很好吃。我上一次形容什么东西奇怪但是很好吃的时候，还是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吃我家那边的烤肉，吃那种烤肉就是先给它撸下来，然后蘸一下醋精，醋精可能你们不知道是什么，醋精就是那种真的是属于高浓缩的白醋的那么酸的东西，蘸一下醋精，再蘸干料，真的太好吃了，那个就是味道很奇怪但是真好吃。对了，我还没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的吧，我现在是在云水姑娘的三里屯店，一个虫子，我刚才是吃了两个说好吃，但实在是害怕，实在是不敢吃。 Thank you。 这个声音回去给大表姐当糖豆吃。给大表姐的哟，一颗虫子给她当零嘴吃。这个菜有的只剩一点点，实在拿手抓不起来了，我就拿菜叶给它裹起来当饭包吃了。真是一个 good idea。 再放点白米饭，哎呦这大饭包，我要把这些菜叶子给卷起来。这个菜我就不吃了，刚才有那种还有虫子沫啊什么辣椒沫之类的，然后我就不怎么吃了，还有一些什么鱼刺，刚才一些小鱼刺小碎鸡骨头也都掉上去了。我现在所有的菜就都团在自己面前的这一大堆了，就是所有刚才还能吃的，再加一个五彩的饭。我跟你说今天就这样转来转去转这个桌子就完全够我减肥的了，这个运动量太大了。还有四头玉米，一个红薯，还有一份饭，还有三个菜吧。水果就不算了，水果吃着像吃着玩一样。这是今天最后一口薯抓饭，最后一个饭团。最后一口菠萝饭，今天最后一口哟，这个就不算了，这个水果一会儿抱着慢慢吃。其实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世间万物都从沉闷的冬天苏醒了过来，就像朱熹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也好好规划自己新的一年的计划，不管过去的挫折，在明媚的春光里舒缓舒缓筋骨，让自己过去沉睡的勇气干劲儿，所有的梦想都在春天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实现，给今年的自己一个美好的开始，从春天开始。每日一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哎不行，这个不好听，最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算了，好吧，拜拜拜拜。